聆听名家经典，体味名堂精华，名家名堂分享。你好，欢迎收听本期主题的名家名堂分享。咱们本期一同来了解一位年轻老生一个唱腔特点，伊就是蝶珠起蝶个吞解很流着。平流者是赵平贵人，1989年毕业于沙头戏剧学校，影响流行，以唱声洪亮，唱作古家。上有道直接农历春秋等过十百节目当扮演主角。1998年、2002年甲2006年，以上有三次参加了新戏剧演歌大赛，分别夺得金奖甲银奖。今日主要来配一配一道直接制作戏南京所当个精彩演绎。
直下高坎建安街直空焦躁九顶天，是是独高山浅谷当屯出，飘飘渺渺，东南恢复。到2006年，广东省动物界戏剧演艺大赛前，行了者以杰出记者戏林君硕，直接夺得了银奖。林君硕是多名刘国珍、赵宗锡先生及李杰吞、郭旭贵先生共同创作的电影台词作品。戏背灯冷漠形象却非常鲜明。这部接着戏邀请了林立强先生作剧，林先生根据行了之界声线特点来独身作剧，当一个由咪高高音所跨为十度的音阶，小鼓就达到了上一声独难的外效果。行了者善于理解解释，投入深厚的感情，唱出了冷漠的感情和性格。这个经常有力的直片潮音罗伯菜，唱出了行走的无奈而悲痛。风火情念的河仔，让观众变出了行走的沧桑而迷茫。长安景区人流连，唱出了行走坚决的姿态。不堪回首，丢人一记长乌狗。何时眼在中年长论别无天，唱出了冷漠的悲痛和忧心忡忡。唱到胡金锦家直播酒，相对某个吕玲玲的直大灯高客的时候，见双叔又是勇叔，我叔叔以恐怖的情绪出动，顺应叔叔的决定，死死入口，感叹悲伤。金锦的行本讲，其实到被骗的土丹也有过讨唔解之念头。苏丹也唱到，倒不如跨困鬼谷里，终生是为乐林山，激起了情感的无人起伏。
下只躲在里面口，我家将孙香是长娘子后，记得登场是全职做戏界高爹，吃着吃当，到龙的界音乐起用当，表现了行主有命接口，加正气点正。太正直公正，太爱十年功。罗日记者世界杯声当，行了这直字直东界，唱出了人病黄所失业，人病好浪等到。爱为声超得必正，直天号称比天高，真个是斩钉截铁，号称平等啊！行了这演出界拿官所，塑造出这个以民为本、百折不挠、竞争中央、正气廉政界行公形象。人病荒俗失业，人病红乱登道，祸不得朝廷朝家，祸不得你买水捞。今回江桥直挂离归，明朝江河谁老归？只求两百谁负担？金竹山叶青草，哎，为下桥得皮真色天好听。通过近二十年来，行了这所有扮演过的古惑十界潜少军正喜爱的流星结石，主要有皇帝类、神仙类，多等级类人物当爱演出不当的性格、不当的特点，会后战恶，会是动摇。伊主要是从人物界心理刻画去解苦逼界。接落来，请了先行了这演唱界震惊黄昏当场等政治被超结石。多几部剧当，一般应该是这位弘扬的皇帝。鼎鼎阴皇玉朝体，秀秀九九宫王。
听众朋友，到本期嘅节目最后，为了我拜嘅是行流车到地铁动力春秋当届一等考中存档。哎呀，冲冲冲啊，冲冲冲啊，冲冲冲！不当出口没关系，听别两道是微风，随江随风的风不停。爹爹妈哦，红花姐，走走归，归是拜当亲。哎，土老弟，我会敬你黄龙江。喂呀，喂呀，先等你金沙挂上灵牌，多亏一个会将之枪，才保住宋氏江沙。哎，他一个名多宋氏长官爷。人为从何说起？一个结果光光一一百人为何一群毛公上长生何地啊陈安差异一回大能退替水王直系水王长领突向你啊弄错了不错不错爹亲们要上飞乱地穿天挂紧妹一套做刷送送天是啊老糊涂了亲们乃是为呀亲亲你破拆所害等你破一两个的关系该是热心热门为何如今又睡错了啊浪到此时黄柳雄黄柳金后黄无啊江沙刀起不醉哑巴黄柳天老令公你令爹壮好心送江声放送江声最美没有睡错了老令公为大宋必困两浪刷来不你操我不给兵才地转逼之心为公进东我的老令公啊！哎哎哎！王府接了孤老子的岗了，坐这睡来，莫非为情都弄错了？哎呀，都睡错了！你们这个为宋氏江山，是的是帮的帮，是代代的宗亲啊！你在哪里同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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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错不错不给不给哎呀
三爷们很敬敬。浪淘水，风凉风无好甲味。浪淘水，不服不弃且舍心。浪淘水，往往无风情意。浪淘水，不怕寒泡，清清清清。我命的风雷车将风干心眼面吃风会叫我野心将你当中望你纪念望你纪念会红地